口波兰社区今年新高点十九号如期举办，大批社区民众热情参与，现场热闹滚滚。整个计划，还算可以的哈，创意料理比赛啦，哦，农产品的展售啦，啊，平板电脑的那个小朋友在那边玩啦，哦啊，陶瓷彩那个彩绘啊等等的活动啊，哦，这一次我比那个去年还做得更好一点。除了龙溪产品的展示，邀请组的培养活动和靠波兰村今年的成果展特别活泼趣味。活动的当头是波兰的鳗鱼料理，这几年随着鳗鱼产量减少，继续直直起，和社区为着营销是下重本。这个我们是，当然他们像这一盘的话，他们多花钱，他还没办法。我们只是他花了超10000元左右。现场来逛，两边板价谁超？太划算。就要再加一倍嘛，3万、嗯、对啊，这个都是原本的真料啊，不是假的啦。继续延续鳗鱼料理比赛参赛社区民众知影会了钱，也是得真收听，都、就是希望社区的是产业袂当断气。对啊，就每一年都办起来就很比较困难一点啊，可是还是要把它撑啊。外面一堆在排队了，对啊，他们准备要吃鳗鱼啊。还有一些那个办公的都说，村长我来一定要吃到鳗哦，没有鳗的话不行。他说他好久没有吃到鳗了，从外乡来的回来的。社区举办新高点，就是期待大家看到社区的成长。靠波兰村为社区公园美味开始做起，现在越来越多人投入社区活动，也有新高点愈办愈盛大。上台的市民对鳗鱼产业冲击，伊嘛团结感性，好，这个新高点特别使人感动。记者李三，差不多。